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，售价现在比200元的招财进宝刮刮乐，尾数41号，这是这一本刮刮乐第41张了，总中奖率约 50% 的刮刮乐，头奖10万元，会不会在这一张呢？来，现在刮中间的大元宝，刮出两个相同符号即得奖金500元，500元，两个相同的有没有跟中？再一个，哇，没有，哇，看到这圆圆的。还以为中了，差点就哇一声叫出来了，结果没有啦，怎么那么像，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，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啊，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东西啦。好，接下来看这个招财进宝，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扑克跨游戏区兑奖。想刮元宝，不是为了那500块啦，是觉得说都没有刮到过。如果刮到啊，应该是蛮高兴的。一本里面不知道有几个元宝，目前还没看到呢。来，三个相同的500、300、500，两个500了，有个10000、300、500、500、300、300、2000，这边没有，要三个一样的，所以。300、300、500、500，两个而已。好，来看这只小牛吧。小牛，加油！三个相同的就得到该奖金了。来，10000、10000、200、2000，都不一样到目前为止，数字都不一样，所以都没什么好期待的。1000。只能说这张乌龟了，没错，200，这张真的是乌龟了啦。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数字，没有了，所以没错，只有两个200啦，对不对？剩下就乌龟了。这乌龟大满是什么 ？TR， 这个 TR， TR 在这里啊 ，TR 还以为说 TR 看到 TR 还一定会想说会不会是 THR， 结果呢，这里是 I 啦，这里有个 I， 刚看到这里有个 I。所以是 TI 啊，这张就没中了啦。所以这张是乌龟啊，尾数41号的，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来，现在来把公益加一吧。这边有公益了，好。那这次的刮刮乐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